拿着厚厚一叠礼券及写下中头奖的牌子，网红视网膜也冒爱心，因为到一间百货抽奖幸运爆棚。买了三双鞋子加裤子，要价13000元。没想到去服务中心参加活动，抽到单日单笔发票，金额全免，一天最多只出现一个头奖名额。他直喊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夸张开心的事？”中了，什么了 ？B C B 了。不错啊，很好，很好了，很可怕哎。B 是这一个，再下一个。两年前第一次抽一番赏，视网膜只抽10抽就把 A B C D 赏全抽走，堪称幸运体质，让网友都羡慕至极。说原来真的有偏财运这东西，可以转喽。视网膜前往的百货活动是买2500元就能参加，虽然幸运抽到奖项的人天天有，不过头奖不容易。七月仅3名幸运儿获得头奖，整单回馈最多抵20000元。视网膜还贴出消费明细，透露其实自己很常去啦。不过这回的好手气着实令人称羡。TVBS 的新闻新闻上红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